谢谢天海，先哥，我们两个撞脸，我就是发表，我就说我会写 popular， 你还跟我写一样的。那我哪知道？梁静茹，不要写那四个字的，你们写别的，因为那四个字宪哥会写。呼吸不说往事，黎明的。哎，我们不要太纠结，就是大概知道是那首是什么歌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写，宝贝，翻。林夏慢了，勇气燕尾蝶。呼吸不说往事，黎明的。哎，我们不要太纠结，就是大概知道是那首是什么歌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就写吧，宝贝，翻。林夏慢了，勇气燕尾蝶。呼吸不说往事，黎明的。哎，我们不要太纠结，就是大概知道是那首是什么歌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就写吧，宝贝，翻。林夏慢了，勇气燕尾蝶。呼吸不说往事，黎明的。哎，我们不要太纠结，就是大概知道是那首是什么歌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就写吧，宝贝，翻。林夏慢了，勇气燕尾蝶。呼吸不说往事，黎明的。
先翻牌，先翻牌。直接去。每个任务是九分哦。OK OK， 好紧张。一二三。吴宗宪。哇，很多很多。哦，很多很多，我要写很多字的那个。很多。那我写一个，绝对不会打到。应该不会吧？这有歌吗？你看了、哦、红的歌多就是唱啊，对啊，很难就很难，对啊，一定过了。好了没？好了没？可以可以，来来，一二三，上面三面屋顶，窗外我是帅哥，我是帅哥，快快快快快！我们是九分哦，九分钟哦，九分哦，没有，我们最后再慢慢来，最后再慢慢来。OK， 先搞定。周星哲，哇，完了。周星驰那首叫什么去了？我知道这么多，没办法哦。那首叫什么去了？那首叫什么去了？那首周星驰那首。来喽，他弟周瑜、周汤，哦，我 W 什么的，不要写周汤、啊、W 什么的，来喽，哇，好好 OK， 一二三 ，W 是什么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重复了？哪里啊？哎，你们两个重复老弱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对对对，来啊，冷水水水，冷门哦，哎，我写 popular， 我写 popular， 我写 popular 哦。好啦好啦，我写一个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来了，我写一个厉害的。好，这个可以，这应该超厉害，很适合我的歌，应该是不会撞。上，这么印第安老斑鸠。哎，有两个月要闪，没办法。不是，哎、欸，不是，你不是要写双节棍吗？我哪知道要写什么？我，对啊。张惠妹。我啊，所以就是哎，我写 popular 的，我写 popular 的。我也 popular，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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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opular。还好，这应该还好。好好好。好，我写 popular。写好了，写好了。哎，我可以同时结束。好紧张哦。哎，不会一样吧？一二三，有这么 popular？ 听海。哎，重到我。谁写听海？有这么 popular？ 听海，哎，重到我吗？谁写听海？宪哥，宪哥是狗，你们撞脸，我就是说 popular， 我就说我会写 popular， 你还跟我写一样的？那我哪知道？邓紫棋完蛋了，完蛋了！等一下，不是我知道的只有这个，那你要写别的？完了，知道的我们都只知道他的歌了。他红的很多，但我只知道这个。好，不行，我放弃。好，快点，放弃，放弃，走，放弃。超泡沫泡沫，你看，先生怎么厉害？星光，我领罪。孙燕姿，好，哎哎哎，我要写那个哦。哪个？喂，哎，我要写那个哦。哪个？没有，我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写 popular 的哦。他有一两首歌啊，好好好，这给你写嘛，要不要？好，那你写。写好了。好，来。啊！你不写啊！我就写天黑黑，我跟白写绿光。啊你，结果他闪我的，撞他的。还有什么？我真的该写新歌的吧？王心凌谁敢写那首歌，我就跟他翻脸喽。王心凌，王心凌谁敢写那首歌，我就跟他翻脸喽。我都签好了哦，我只有那首歌哦。我知道了，我会，我会，怎么可以？我只有那首歌哦，各位，我只有那首歌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哎，你写没有没有？你写《爱你跨湖》誓言版的求否？这可以吗？大年，哎，睫毛弯弯，哎，现在很强哎，睫毛弯弯，年纪哎，现在很强哎，现在很强哎，现在很强哎，完了完了，因为现在常上综艺节目，快快快快快！陈奕迅，好，好，哎哎，简单的，我简单的上综艺节目，我每天在录综艺节目，还常上综艺节目，
陈奕迅，陈奕迅，我简单的，我简单的，各位，我简单的。OK OK No problem。我简单的，好不好？陈奕迅不要搞砸，不要搞砸。来，里面简单的最。三个吧，应该有吧。失恋，你干嘛跟我一样啊？我有什么办法？你的背包啊！啊，你不会写背包？啊，我就跟你讲了没。